来看到这个台塑高雄林恒厂区，因为这拄着的挂破气船啊，头火，今仔翻电两电话，也阁有爆炸声音，有哪号附近的民众惊起，好加在厂区无人伤亡，高雄市环保局嘛当地调查，看因这监视管理问题。民众伫厝内听到爆炸的声音，吓一跳，骑车出来看状况。七号半暝两点外左右，台塑高雄林恒聚丙烯厂的新品座，因为前灯传出爆炸的声音并起火，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全力拍火，火势大约伫三点半左右灭掉，无人伤亡，但火警造成空污，环保局会依法裁罚45万。燃烧的异味散布于大气，那若事故调查结果是属于该厂管理不当致产生自燃而散布异味污染物于大气的话，那环保局将会依《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予以告发。环保局紧急派人到现场监测空气品质，微型监测器无监测到明显的异常。这是台塑今年第一件涉及违反空污法的事故，但算是三冬来台塑林恒厂第五摆防法。附近的业者是毋是就发生事故，嘛让民众感觉真无奈。我困在家，我听砰一下，爆炸过一间门，到一间门拢爆甲几啊盖啊啦。我有听爆一声声起啊吼，迄门底的这个拍的。伊种拍火个啥，就煞嗡就来啊！台塑向当地居民回信嘞，表示当地调查事故的原因，嘛声明公司的 PP 阁有库存，所以这摆的事故对营运无造成影响，但实际损失的状况都伫评估当中。记者陈环武、民交官高雄报道。